你黄姐开拜头姐，给你当立委不是叫你监督同事的，很可怜呢，没能耐监督政府，没能耐监督赖清德，也没那个敢，也没那个胆。然后我还解释为什么我今天要开炮。民进党的个网军，这是什么小羽毛的啊？给我再把社群之夜的人贴出来，说这些人都有出席哦，然后给我点名进去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来惹我啦，这件事你不惹我都没事情欸，你为什么要来惹我嘞？第一件事情，这个社群之夜的公司跟这一次诈骗集团的公司根本不一样。这一次洗钱诈骗的是林余伦，各位我再讲一次哈，这一次洗钱诈骗的是林余伦的公关公司，是他的公关公司叫做东林，而徐巧芯办社群之夜的公关公司是另外一家，叫做伟泰，两间公司根本没有屁关系，是你顾立雄的当事人的公关公司叫做东林，国防部长的当事人的公关公司叫做东林，负责诈骗洗钱。徐小菁那个叫伟泰，那个是正当经营的。各位啊，是这一间啊，你看啊，他们找谁？谢欣颖 ，OK， 这个人是谁？宋博伟、曾之乔、王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小 S、茉莉、李晶晶，还有这是那个啊，小五哥、谢祖武，他是找这一家哎、欸，这是正汤经营的、欸。啊！就诈骗的是你民进党党员，是你吴征好朋友的公司，是你赖品妤好朋友的公司，是你黄伟哲一起出席记者会的人的公司，然后是你顾立雄当事人的公司，是你吴佩益支持者接受他政治献金的人的公司，所以林家的人哦，不要乱惹人好不好？惹到鬼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完全不同公司。来，各位看一个声明。少来啦 ，ONGOS， 你怎么会没听过谢祖武？麻辣鲜师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像这样的爱情有没有？万老师啊，不然你哪知道万老师是谁？各位啊，这就是被倒大霉哦！伟泰这家公司出来，他说我2023年哦，他已经提告了哦，就是针对这个刘向杰，也就是徐小新老公的姐姐，以及徐小新老公姐姐的老公，跟杜秉成这两个人呢报案了，诽谤还有妨碍自由，还有私自挪用公款，所以这一家公司也是受害者啊。这些人都很搞笑，自己的民进党党员诈骗洗钱，然后这些人骗了徐小新他婆婆2000万，然后这些人也让这一家伟泰公司深受其害，徐小新也好，徐小新的婆婆也好，这一家公司也好，都是受害者。就你们这些人跟加害者一起开记者会，然后说受害者应该要出来道歉，然后莫名其妙扯到我身上。啊，11月7号、8号报案嘛，2023年12月20号股份已经转让了嘛。徐小菁是11月17号的时候，哦，有没有委托？然后是法装。
叫人家化妆，而且当天我也没有去化妆，我自己化的，我是公司化的，我们中天化的，关我屁事啊！在脸啊，没关系嘛，你们是在乱脸嘛。连嘛，蔡英文出来面对，郭立雄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啊啊啊，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，无所谓。民进党郭惠珍、赖品妤、吴征、黄伟哲，好不好？你们都出来道歉啊！都出来道歉啊！白眼都不复杂、啊。我跟你讲啦，就林余伦是诈骗集团嘛，然后开了一家公司嘛，然后这家公司洗钱嘛，然后林余伦是民进党党员嘛，林余伦的律师是顾立雄嘛，然后林余伦他是吴佩益的支持者嘛，啊，然后呢，林余伦他跟赖品妤、跟吴征、跟黄伟哲一起开过记者会嘛，好像是忠贞的民进党党员嘛。然后连徐小欣她老公的姐姐都是蔡英文的支持者嘛，啊，我讲完啦，就这么简单啊。然后受害的是徐小欣的婆婆啊，被骗2000万啊，然后还有徐小欣的公关公司啊，她请的公关公司也被她也告她、啊，也被她深受其害，商誉毁损啊。所以嘞，哦，你要苛责受害者，哦，哦，好，哦，哦，好看不？吴镇，好看不？好看不？坐到我的啦，好看不？为什么啊？这么简单？好，对对对，然后他是郭慧珍的网军，这那个赖慧妍讲的，郭珍慧啦。好不好？各位就这么单纯啊？那不讲完了吗？有什么好复杂的？所以呢，赶快1450跟徐小欣什么关系？快讲来！公司都搞错，各位啊，因为今天真的个诈骗洗钱的公司哦，就是林余伦的、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安听有无？会使无？有欢喜啊无？有爽无？哦，爽着。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，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，养颜美容，增强行动力，打造有感每一天。小包装好携带，成分天然零添加，无西药，不含重金属，安心食用。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，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，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。心动了吗？现在就上快点购，一起健康下单吧。